为求生者们，我们一起度过了艰辛的2020年。在新的一年，绝地求生 M 也参考了许多玩家的反馈，终于在1月12号这天进行了版本更新。这次的改版不仅带来了打破传统吃鸡模式的浮石系统，最让人期待的 RPS17 浮石之力终于登场啦！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快来看看吧。以前有介绍过，每天只花5元，比一颗茶叶蛋还便宜的 RP 系统，这次也引领玩家的反馈，进行了非常多的优化。以往许多玩家都会觉得 RP 升级太慢，这次的任务优化除了将难度降低之外，也将积分奖励增加，还新增了赛季游戏时间奖励，累积游戏时长就可以累积奖励哦。如果你还是觉得这样太慢，购买 RP 活跃礼包吧，礼包可以让你迅速的提高 RP 等级，每天只要花11块，相当于一包科学院的价格而已。而且收集任务活跃积分完成后，最后会返还全部的 UC， 又是一个免费的概念，比订阅影音平台还便宜耶。11元加5元等于16元，把每天买奶茶的钱省下来，就可以有华丽的时装，穿得又帅又美。赶快上线体验一年不见大有改变的绝地求生 M 吧。